他希望让现场看有哪一位愿意当我们的 model， 而且能亲身的体验高老师给予的指导跟能量。我们希望把床摆在中间的走道，所以我们桌子往两边旁边稍微侧一下。好，对，那这样子大家能够集结在中间，可以看到一个实体的那个指导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这可能先挪过来，然后待会儿。这个线镜头就在转。对，我们在中间这样，大家要看的话会比较清楚。